成为是示范道路之后呢，就不会像过去哈、哦、这样坎坷啊，然后有时候三天两头在挖，哦，所以把它变成是示范道路之后，未来会对百福社区我们实践路周边的民众啊，生活行车啊，以及步行的环境啊，我相信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善。